物资啊，就这么就被抽条了，一袋分成两袋。嗯，哎，这帮人啊。现在没有物资了，现在都开始每家每户只给四袋，只给四袋方便面，没有40块钱的蔬菜面条了啊。你们昨天你们说的，菜来了哈，什么菜？昨天炒两个大白菜，一个圆葱，两个土豆子，5个方便面。